相册制作流程如下。第一步，首先将输出资料覆膜或临膜第二步，将覆膜后的资料修边。第三步，压痕。第四步，整理，将压痕相纸对折和立纸材料中缝对齐。翻转。再对齐另外一张相纸。加立纸材料。再加相纸，加立纸材料，加对折相纸，闯齐。揭掉隔离纸，第五步，热压，将整理好相册放入热压机中。热压4到5分钟即可。第六步，将压平相册取出裁切。Thank you.
三面修边。如果客户想制作成瓶装相册，可粘贴瓶装封皮制作成瓶装相册。如果客户要求做成精装相册，可将提前制作好的硬壳与相册内页粘贴制作成精装相册。